谢正廷的年，那我现在大四了，对，这是这些团员最老的哈。然后回过头来看，就是很感慨，对吧？因为现在看到我们的新生进来嘛，那我们的那个老学长也都学长姐都毕业了，这样嘛，就是不知不觉已经成为这个最老的学长，对吧？然后我还记得我大一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人来社团的这样。然后我记得我还有报那个期中惩罚，我是自弹自唱，然后就是被刷掉这样，然后就是emo 仔。对，然后大二就当了干部，然后大三的话就是出去比赛啊，嗯。那我觉得一年一年过去啊，我想我们都可以感谢身边的人事物，造就现在的自己。对，那后面还有很多舒服的歌，就希望大家今天可以不要想那么多复杂的事，好好的享受当下。好，念送给大家。Yeah.
这里唱着歌，和你一直在这里唱着歌。谢谢来自谢振廷的念。